非常时髦的保养品，有化妆的人都害怕，我本人就是不害怕，完全没有脱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希。出门一定要戴口罩，又很害怕脱妆，运动的时候又会大爆汗，到底要怎么样可以不让你的妆脱妆？贝朵娜的发光乳霜算品通过 SNQ 国家品质标章认证，巴黎时装周设计师指定的保养品，从巴黎红回到台湾，非常时髦的保养品，知名美妆节目也得过最佳润泽乳霜第一名，我是非常的认真检视他们的产品，自己使用过之后是没有问题，来推荐给你们。包装就是粉红色，有防尘袋，一个这个挖手在这里，添加了90%的保养修护成分，10%的智慧光感粉体，利用光的折射让你的肌肤看起来非常的好，依照你的肤色去调整你脸上的粉钻，皮不脱妆，边上妆边保养，一定要点拍在脸上。泛红的地方，鼻翼的地方，眼睛下面，现在有使用的光泽感，然后这个是没有使用，这边就有光圈，这边就没有。白色的口罩，就算你口罩拿下来，一模一样，完全没有沾附任何的粉。我刚脸左右两边都已经上，完全没有脱妆。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水，有化妆的人都害怕，我本人就是不害怕。现在来吸我的脸上，完全没有脱妆。我是一个非常会流汗，很想要不脱妆的人，时间很少，赶着出门，非常推荐你可以使用这个粉钻，可以快速的让你脸上有好的气色。贝朵娜的官网购买他们的粉钻品，有15天无条件退换承诺，他们有给我一个优惠码 YES0619， 所以你在官网上面购买的时候，你只要输入有组合的优惠以外，还会随身送你一瓶玫瑰香氛酒精喷雾，香哎！酒精成分高达75%，酒精味又不会太重。出门擦贝朵娜，戴着口罩，戴着他们送你的玫瑰酒精杀菌喷雾，就可以安全然后漂亮的出门。疫情期间嘛，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哦。